早晨，又嚟听黑胶唱片啦吓。今日朝早咧揾嚟嘅呢位系当年喺香港咧好红嘅歌手江玲，但系就唔系佢嘅个人唱片，再加埋 The Fabulous Echoes 一齐合作嘅，即系歌手加乐队一齐合作嘅一张黑胶唱片嚟嘅。讲到江玲咧，就系当年咧钻石唱片旗下嘅红歌星啦，早喺1954年咧已经出道噶啦。咁1960年咧就签约钻石唱片，咁而乐队咧就 Fabulous Echoes 咧就喺1957年组成，经过咗多次嘅改组之后咧，成员 Tony 咧就系领队吉他手啦 ，Danny 咧就系鼓手 ，Cliff 咧就系主音 ，Terry 咧就系钢琴手 ，Stanley 咧就系吉他同埋大提琴手啦，另外 Bert 咧就系敲击乐方面嘅。至于里面嘅 Vince 咧就系钻石唱片当时嘅音乐总监嚟嘅。咁至于呢一张1962年推出嘅大碟《江玲》，即系江玲加 Fabulous Echoes 咧，再加埋阿 Vince 一齐合作组成嘅唱片咧，里面有好多首大家好认识嘅作品嘅，先同你去听下呢首 I've told early little star。 Oh baby I've told every little star just how sweet I think you are, why haven't I told you I've told ripples in the blue made my你。